潘坤坚弟判完中，请由黄国峰先生来压平。那么林中主不服见习，啊，李家李主前年啊，二零一零年才成立，啊，到今嘛五年啊，那么您当中不但每段呢，啊，需要我们很多人做两家。我做朋友，把大家过来去。
感谢咱张景泰完成。